Louis Theroux, Duke and Jones, Jiggle Jiggle. My money don't jiggle jiggle, it folds. I like to see you wiggle wiggle. Me wanna dribble dribble, you know. Hey! 我的两位好朋友终于视频见面了。这是他买了新耳机。哦，天哪！这不重要。今天我们来吃饺子，家人们。是中国式饺子。这很能说，姐妹们开心吗？超开心的，世纪大见面哎！榨菜好好吃哦，榨菜，你很荣幸哦。太动吧，快点！这么启动好动作。对，所以你要自己来，一二三。太动这个要马上把那个 BGM 暂时静音，因为这个餐厅的背景音乐真的非常的酷炫。生意很好，突然进来了很多人。他叫韩伟，我以为这家店会在新沙洞远吧，所以就它是湿面的。湿面什么意思？就纸干面。没有，这是湿面，它是那个现拉的。哦，不懂。我也不懂。那重庆都是吃湿面的。这个饭，过一下再吃。还以为说中文啊。这里面有汁儿，给它拌一下。真的好好吃的鸡翅啊！好吃啊！你吃这个鸡翅了吗？是啊。你今天用这个把手好大呀。是吧？一套来。앞에있는게이제바닐라라떼거든요对。像画一样。姐妹们的下午茶现在开始喽。前面的第一餐，然后还有第二餐，是不是？现在是二叉，其实只是一叉咖啡店而已。哦，是两小时咖啡店要逛。今天行程好满哦，要赶在五点半之前要去公交回家哦。这是我的，应该是我的。啊，一来对准，一二三，干杯！好像不是很完美。一二三，干杯！也不是很完美哦。到底都是哪里出了错？肯定是你啊！不都是哪里？不都是哪里出了错？来哦，不切了吗？再来一次。一二三，干杯！算了。这样子呢，就是四种不同的那个调料是吗？我要浅尝一下，少女的颜色。像盲盒一样。什么是什么呢？第一口没尝出来，再来一口，好像是莓果味的。莓果，是的，莓果。嗯，这个应该是芝士吧？这应该是蓝莓吧？好，再吃一个，预备走。为什么我每次都是那种被设计？上你视频看了吗？好，现在可以回头啦，迎来拉开窗帘，进入大舞台。你还剪进去了？哦，说明是有效的。意外的觉得还不错。有效镜头，对。辣椒，什么味道？是吧？相见之事啊，像是一点萤火。耶，这什么东西啊？这张手抓饼处理了。啊？这张手抓饼处理了。摊个蛋进去。没有印象王鹤棣吗？这个男的。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王鹤棣的位置。你还记得你上一个喜欢的男孩子是谁吗？谁呀？谁啊？是某一个抖音网红，他现在早就把他的直播了，可爱的小来宾，是不是？你知道胡一天吗？他的前任男友。你不是吧？哦，今天还好直播。还有钱啊？他喜欢这一型的。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你知道王鹤棣都是哪一型的？大眼睛，双眼皮啊。跟阿姨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谢谢全世界的粉丝对我的关心。那么我的新专辑呢？没有你事儿，没有你事。姐妹来打个招呼。嗨嗨，下雨了，下雨了。来，姐姐把伞拿出来。我们又来这里了，吓死了！还要开门？哦，关门呢？关不清吗？这是开门还是关门？好像比上一次来的时候更加完善了一些。这个还 OK 吗？
你要买这个。好看吗？嗯，好看。爱不释手啊！咱们拍完照就走吧，过过瘾就行了。OK， very good。直接买吗？OK。哦。교환환불은7일내로세상구매안에서만가능하셔서하단내용확인한거부탁드리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一二三，回头。哦，这个男的我认识，是个网红哎。真的啊。嗯。还有微信呢。黄瓜蛋糕哎。选一个我们喜欢的颜色，走你。上菜了哇！哇！抹茶酥丁哥。嗯。好，在跳舞。Beautiful， 山水。哎，谢颖婷就不管用了。谁没有我的？怎么样？你怎么没有举大拇指啊？刚刚被我绊洒了啦 ，Sorry。是时候要全洒一波了。一二。你还要不要喝？一二三。孔雀开屏，那既然这样的话，真的好难看。黑色的那个炸鸡，我感觉我们今天一直在吃东西，然后蘸各种酱料，吃，当自己家一样。这玩意儿很普通。装法装法，哎，放松放松，装法装法，来来来，拍照，来三二一。不远万里走来的马卡龙店。就是这家粉色的法语，然后嘞呢？不会读就别读了。家里面跋山涉水，结果一整个大关门。他就是刚到他就把灯关了，而且就是一整个大的就是凄凄惨惨的画面。怎么办呢？他说他想跳下去吗？想一想，是自由泳好呢，还是蛙泳好？仰泳。感觉好鬼片哦！哇，这个天的颜色真的很诡异。你在做什么？回家啦！我们回到了 Louis 青潭洞的豪宅。是这么唱的吗？你唱的是蜗牛吗？我要一步一步往前。你说一样就一样。哇！怎么没会躲你？学人精。姜。对了。因为我们关系本来就不好嘛，所以这个绝对是要先分开的。关系本来就不好。那分多一点好。我吃不了那么多。不会吃了那么多。你现在给我装什么小鸟胃啊？真的是。你现在给我装什么小鸟胃啊？欧尼。肚子里感觉自己成为了第一名。我们现在是张元英同款哦，然后王诗龄抢了第一名的位置。哎呀，我的头发已经到洞里面去了！天哪，这四名头发掉到鼻子里面去了，很难喝这个。我这好好喝，你这不好吃。好香啊！这是鸡蛋捣碎啊！哦，哦，现在看来看。哇哦！加场面，加场面。已经打不哭了。家人们，说句实话，我其实不知道张元英是谁，但是因为王诗龄。王诗龄
但是因为王思琳一直说张元英的同款，我想那行吧，那就蹭一波流量，我很实在的。这男人都好帅啊，那个真的不错啊。然后他们在干嘛？就记到这里了，拜拜。